来看一下，这是看着像阿富汗犬啊。这个大哥说的是猎狼犬，我也第一次见这种猎狼犬来哈。这是猎狼犬是吧？对。看着可像那个叫阿富汗犬了哈。这小狗几个月了？这小狗一个多月了。一个多月，那疫苗打了吗？没有，回去给它打了今天。还没打疫苗嘞？过来，这个没问题，我都没出过家，过来。哦，都没出过家，我能碰一下吗？没事。哦，我看啊，这是啥颜色？香槟色，香槟加白色哈。第一次见这个猎狼犬，这个颜色也好看，这个脸看来正嘞，这个脸漂亮。这是啥家的？这是公的。对。这啥家的？嗯。这啥家的？对，五千。五千。一二三四五，五条是吧？你别的地方最少8000。哦，别的地方都是8000，猎狼犬。我买了狗10000。买哪个狗？最早我买了中小狗。你买这个都是10000多呗？对。母狗，这个狗它咬人吗？咬，它是最好的伴侣犬，它不咬人。最好的伴侣犬。对。它为啥叫猎狼犬？它以前就是俄罗斯逮狼的。哦，俄罗斯抓狼的啊，来看看，这个有点跟那个细犬怪像嘞，它要是短毛的话跟细犬怪像嘞哈。对不？画完了，它能断上拉了，你看这个腿长了。啊？浪得比它大。啊？有那个小灰。给你牵了，我看上来了。我牵这个，我牵这条。你看哦，还有一条嘞啊，一条可能是狗爸爸过来。我是第一次见这种猎狼犬啊，我以为是阿富汗犬嘞。这个大哥说的，这是猎狼犬，不是阿富汗犬。看看啊。啊？还少了一条嘞啊，你快找去吧。看看有喜欢的不啊？我对这个狗的纯度应该不是太了解，但是看到他牵来这个狗爸妈应该是纯种的哈。他找狗去了，这大哥去找狗去了啊、哦！乖了乖了，在后边嘞，哈哈。哦，你个头怪大了哈！哎呦，上去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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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那边去了，上去后边去了，这边直接了，来来来，上去！哎呦，怪听话了哈。一下子就进去了啊，大哥，你五千，你我你卖给俺最少多少钱？是的，最少多少钱？最少4000。最少4000。对，是的，不能再少了是吧？对，这狗真不孬啊，这也不咬人吧？我摸了它啊，跟细犬还快像了，但是比细犬。上海那边美女喂的多。上海美女喂的多。它现在这狗还不到1岁了，它2年以后毛长这么长了。哦，因为这个狗现在还不到1岁嘞。对。那么大的个头。公狗90多斤，公狗90多斤啊！90多公斤，90多斤正常。你家是哪里的？徐州的。哦，徐州的哈，我们这个市里的，最低价都是4000块钱是吧？行行，好嘞，我不打扰你走了，我都想拍个视频，我第一次见，4000块钱那不知道贵不贵，反正之前的阿富汗犬都很贵，跟阿富汗犬可像了。对。阿富汗犬应该是卷毛的吧？阿富汗也是长毛了，也长毛了。那种狗也漂亮。你给个打疫苗，得打2针疫苗，这个狗才有卖相嘞。现在还有点小，对吧，大哥？我这打下疫苗。啊？我回去就给你打了。回去就打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留你个电话，如果有药的话，反正最低是4000了，是吧？对，最低。最低了啊！本来给我说的最低5000，然后讲了一会儿，才要走了。我大哥又给我说的那个最低4000啊。上网查一下。上网上最少是8000，最少8000。上海那边是最少8000。行行行，好好好。全国不超过100条。全国没有100条这个猎狼犬啊。对。好嘞好嘞，我第一次见啊，来关注一下吧，咱不耽误这个大哥走，让大哥回家吧。手机你们怎么了？